晚安，九代晚安，沈月晚安，今天超想卢卡的我也是，大家晚安，耶耶。你叫名字哪点呢？等我一下下哈，我要拿东西。耶耶耶耶耶耶！大家晚安。嗯，今天算准时吧。对，这个灯好怪，看一下，这个好像比较好。晚安，谢谢九蛋的压力压力，谢谢雷军的四叶草，笑死压力压力已经走到这里了。Eric 晚安。三分钟而已，很准时。对，谢谢雷军的晚安，大小姐。吃饱了吗？还没。跟你们说，小晴帮我去领我的晚餐。雷军说，谢谢雷军的 ，It's time to go to bed。他们有买版权吗？一定没有。谢谢，哎呀，晚安。谢谢送我压力压力。滴滴滴滴滴滴滴。我就什么？今天吃外卖，对呀、啊，绝对没有。对，有发现我的假睫毛这个坏掉了，它现在没办法假的很好。对，滴滴滴滴滴，我就什么 ？It's time to go to bed 。那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讲？他们用日文？是搞笑艺人吗？还是有没有人对那首歌很熟的？又坏了，坏什么？你说对，又坏掉了。他们不是韩国人吗？对啊，想说他们为什么用日文唱歌？韩国模仿日本人的搞笑艺人。等一下，他们是搞笑艺人，然后他们是模仿日本的指示，但是模仿的比较好笑，这样吗？呀嘞呀嘞！我原本对那首歌不熟，然后有一天，汪汪问我什么是呀嘞呀嘞，想说呀嘞呀嘞要怎么翻译，应该是哎呀，真伤脑筋的那个哎呀。卡莉莎晚安，米酒晚安，卡丘晚安，谢谢卡莉莎的呀嘞呀嘞。对，他不是搞笑艺人，日系的搞笑段子哦。谢谢卡莉莎的晚安，我叫什么？不知道小晴有没有回来？对，现在下雨，真的不好意思让他去淋，因为我跟他说，我等一下哦。我也等一下要直播，结果他说那要不要帮我去买晚餐。对，真的很感谢他。他们之前是大明星的舞群哦，感觉刚开始不是为了搞笑。云南晚安。但他们的妆啊什么的装扮看起来都是故意很好笑的那种。北极熊晚安，欸，小晴好像回来了，那我可以去领吗？我先去领。咪叫晚安，他们很认真，确定吗？干嘛破假？他都感觉到小晴回来，就在那边等。好可爱。Plus 晚安，太棒了，谢谢。耶，破假不能出去了。谢谢括号，耶！笑死，破奖都感觉到，现在有人要来我们房间了，这样。哎，话说我的皮肤好很多了，我去领药，我去皮肤科看那个我的过敏，对，后来他们说涂了药膏应该会好。结果真的有变好了。
对，但是今天才开始越来越好，对，现在就不太会脱皮，对，昨天比较严重，对，谢谢米酒的小号奖，耶，有好一点的，对，我的晚餐是这个，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没有耶，他问我说有没有碰到什么这样的东西，嗯，我说没有。对，但我有跟他说，我去前几天去日本之后，一直都皮肤状况一直都很不好。对，但是他说应该是碰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不然不太会一颗一颗这样红红的。对，如果我按什么事情这么开心？没有，刚刚小晴帮我买，帮我去领晚餐。对，碰到，对，我说有可能是我们家猫咪，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第一次变成那样，之前都不会。对，虽然有长新的痘痘，我这边就涂一下。干嘛啦，不能剪，走开。破茧很少洗澡吗？猫咪通常不太会洗澡。对，它可能已经三年没洗澡了，但明威它可以自己填来填去，而且它也不会去室外，因为本江，哎呦，可爱哦，Sunny有点久，还好，其实还真的还好。可能去日本皮肤干燥抵抗力下降，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讲不能吃哦。今天衣服好啊，谢谢，这上衣是日本买的，这次去日本的时候买的，对，这件也是日本买，但不是这次买。哎呀，いただきます。对，我。这次买了这个，这是日本的，然后这个是台湾的，对，再挑战一次，这样搭配也不错，对呀，然后再挑战一次，我上次好像挑战失败哈，坤坤晚安，又要对，闭着眼睛试一下，但我先试晚餐哈，有名字的小熊，对，没错，我上次找一找。没有出现莉卡，对，有500种的名字啊，有500个名字，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对。但是卢卡跟米亚塔本来就没有在那个500个里面，所以我想说那就找莉卡，但目前还没找到莉卡。干嘛？碰见不行哦，你要选哪一种？你要选哪一种？没有，不好意思哈。小鸡晚安，志祥晚安。有小晴的名字，库哈鲁呢？好像没有耶，我不知道耶，搞不好有。库哈鲁搞不好有。勇哥晚安，好忙。嘿嘿嘿。iPhone 讲都在做坏事。那个电脑。是，因为我都不理他，他就很生气。有一个粉丝有买有拿到哦，真的、哦，那搞不好会出现，不知道，等等试试看再看看，耶、yeah! ！是有字典可以才有哪些名词吗？字典哦，就是官方他们有写说有这500个名字哦，这样。混讲很傲娇，没错。公演加油，公演见！哎，你会来吗？好，我会加油的。墨西哥卷饼，没错。就是有优惠券，所以90块可以拿到两个，对，有一个大表，对，然后我一定会加美奶汁，日本的美奶汁好便宜哦，在台湾换台币可能70多块就买得到，真的很便宜，谢谢金妈。勇哥待一个多礼拜 ，OK， 那就公演见喽。会去看的是，但是在山顶哦。好，那到时候机长，不是机长，见送的时候，我记得跟我说你是勇哥。每次吃这个会吃到纸条，我也小心一下，搞不好我刚刚。
欸，有可能我刚刚吃到纸条欸，因为我咬的地方跟纸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算了，姐姐会说肩上不可以击掌，对对对，击掌不行，只能这样。那还是可以跟我们讲话，对，讲一两句是没问题的。会有新奇的口，新奇的口感。嗯，嗯，美味しいです。给你，じゃあ見ないで。别着明条走过去，对，可以带个东西。还是我应该带名牌就方便，可以呀、啊，都没问题。灯光小屋晚安，这次只能开周日场，可我周六要上班。周日场吗？没问题，我会在哦。还有肯德基，这个是蝴蝶结，对，蝴蝶结形状的，然后还可以调整长度，这样也可以。然后或是为什么要加美奶滋？因为我喜欢。我很喜欢加美奶滋，这样也可以，蛮好看的。肯德基有个蝴蝶结，但其实是手跟脚。今天怎么穿的特别可爱？谢谢新买的衣服，可以，对对对，可以调长度。美奶滋好好吃，而且里面是花生酱，好好吃。台湾的花生怎么那么好吃？谢谢小笑笑的压力压力，应该你还没拿到吧？我寄去的，你寄去？我不知道哎，那应该还没。对，我不知道，表示应该没拿到。わかりました。肯德基的花生酱还不错，对呀、啊，真的很好好吃。台湾的花生产地很新鲜，对，好好吃。对，素食店的汉堡都好吃，不，讲错，素食店的花生酱都不错。姐，我上礼拜吃了肯德基最肥的那个松露起司，还加两个炸鸡。哦，真的吗？我其实很想吃那个汉堡，好吃吗？只是我看价格就有点犹豫，要不要买？今天是1.5，没错。我个人是偏好 open 奖。酱，台湾有中汉花生酱汉堡都很好吃，真的。谢谢我比王的压力压力。我就餐吗 ？It's time to go to bed。那个热量很可怕，但是吃的好好爽。哎，对，看起来真的很可怕。不愧是享誉有钱人，对，人家是有钱人，好羡慕。看价格，嗯，转身吃，转身吃麦香鸡。open 酱是台湾才有的，对呀、啊，我比较喜欢 lock 酱。吃任何东西都加美乃滋吗？炸的东西的话，我都会加。吃了之后，公园量体重会不会点点点？你先不要想了。你有优惠券，我还以为今天是中午开播，爬起来要看直播，然后发现是下礼拜，对。不好意思，我上次说中午开，但是我完全搞错一个礼拜了。对，
那是下礼拜的事情，对，不是这礼拜。这礼拜练习就消耗热量，对，希望是。冰旋风有新口味，什么口味啊？我想说一时间没有，怎么不是走？不好意思啊，好吃。啊，谢谢阿秋的啾啾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吃饱饱才有力气比赛唱歌。嗯，什么意思？没事，兜圈有色，行事力没被骗。可可布朗尼，原来下礼拜中午开哦。对啊，我晚上有事情，没办法，有工作啦。对，哎，剩下我一口吃，因为花生酱快要掉下来。嗯，唱歌比赛那个不是哦，那个不是声唱哦，啊，那个是声唱吗？啊，是声唱，但是不是 live 的，懂吗？日本也不是，我的啾啾你被你抢走了，要啾啾你呢？谢谢 M 先生的啾啾你，对不起我没看到。嗯，谢谢 M 先生，谢谢阿秋的压力压力，吃一个够吗？还有一个、啊。等等，只是我在想要不要放明天来吃，但我现在蛮饿的。剩下一个不是宵夜呢？其实现在已经算是宵夜，吃宵夜的时间。哇，耶，好多卫生纸，吃吧吃吧，现在可以吃。嗨，两个分手吧，吃吧。啊，好，等等再吃。越晚吃越有罪恶感，没错。我先吃那个快乐的麦吉好了。对，台湾的跟日本的。我这次绝对不会猜错，跟你们说。噔噔，不好意思，台湾的我已经开了，因为我真的很饿，昨天买的时候已经开，日本的来开，不能吃直接猜吗？也可以啊，看看我要选谁，卡火阿雅卡阿吉呢？我先一个一个看有没有利卡。嘿，哈，某某，哎呦，某某哎，トモキ、マサタカ、ヤスコ。リオタ、リカレ、チハル、ルカ不可能有的、レイ、啊、柏林、ルカ没有在那五百个里面、十八杀、有小易哦、マイコ、キョウコ、サトル、ダイキ、アキナ、ヤマモト。ヒオリ、男女的名字都对，连姓都有。リン、也有リン。コーダイ、リカレ、マサハル、ヒナ，真不可能有好吗？ドロシ，外国人的名字都出来了。チヒロ、千寻。马可多我不知道哎，可能要看一下。哎呀嘎，彩佳，卡火，好吧，没有。那我就是这次的挑战，我是多罗西奖。
然后台湾的就看一下，这个好了，你看硬的很，硬的很烂，用我名字看那西龙啊没有，你看他的头已经，他的头不见了，对，硬的太上面。这是台湾的，然后这个是日本的，没错。那就我闭着眼睛吃，对，他秃头了。我朋友叫陈青，去日本超好笑。好，我那边拍照。台湾的身体比较清楚。身体吗？身体，它是，它只有名字跟头。对，小涛，他是 Dorothy 讲 ，Dorothy 跟，圣诞树，这应该是圣诞树吧？对，应该是。好，不拿之前那个吗？所以，中文叫什么？Dorothy 的中文吗？我哪知道 ，Dorothy， 多罗西，明明是杜毛啊，原来这是杜毛，之前的眼罩，之前的好像在厕所里面，原来是圣诞树，我还以为是马赛克，什么意思？马赛克。那是胸毛，还都可以，反正这是我吃吃看，觉得哪一个是台湾的，哪一个是日本的，但我应该要先吃日本才对，才知道那个味道。OK， 昨天晚安，好，那我吃阿雅卡酱，阿雅卡。OK， 挑战开始。南宫山没了，好，我先随便拿。第一个吃的是这个，噔噔，我有拿错吗？是这样吗？还是这样？啊，对，应该是这边。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就是有动的是后面，然后没有动的是前面，然后这样吗？嗯，哪里是镜头？哎，镜头是哪里？这里。OK， 第一个我吃这个、哦。等一下、哦，你们有看到吗？我先拿个眼罩，你们有看到吗？有吼。有看到吼，有看到吼，很荒谬的画面。有吼，好，等一下，我刚刚第一个拿的是哪一个？从头，我先拿一下，这样。啊，我肯定要停一下，对 ，OK， 重新再一次，太白痴了，好。来喽！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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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这个好了，这应该是这个，就这样，这是第一个，有看到哈，いただきます。好，第二个应该是这个，好，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第二个是日本的，是吗？摸饼干的画面看几次都很想笑，真的吗？有那么奇怪吗？对，而且我发现越摸快要掉了，对吧？我就知道，我学到了，日本的巧克力比较没有那么吃起来甜的感觉，对。那个比较好摸，摸的我也不知道。好像台湾的比较粗，都肥肥胖胖的。日本巧克力少了香料味，哎，有可能，有可能，对。挑战大成功。对对对，台湾的比较胖，不是比较粗。真的是，下次 MC 的挑战就是这个。跟你们说，我原本提了这个，结果他们没有选，我真的超难过。我就是选原本提的是不止这个啊，就是可能高级的东西，比较贵的东西跟比较便宜的东西这样。原来你有提这个，对。而且前阵子小晴买了香港的金沙，想说香港，因为香港的金沙真的很好吃，所以想说就是在台上吃吃看，这样再测一次啊，看会不会猜错。该不会，对，应该是不会，不然再做一次。台湾的快没了，这次只有买巧克力的口味，对，草莓，草莓，哎，我好像吃掉了。我蜜月有经过山梨县，哦，你蜜月去日本，竟然，好玩吗？我喝了露卡拍的山梨县汽水，觉得有点像冰淇淋口味的汽水。哦，你有买那个，跟我买一模一样是吗？弹珠汽水，好好，日本文，好玩，富士山超级清楚，好好。所以你只有经过山梨县而已，没有去那边玩，是吗？对呀、啊。你们羡慕的地方是蜜月还是去日本？还是都羡慕？谢谢博成的看好你哦，谢谢博成的亚雷亚雷，谢谢。我就是找招牌拍照的那位哦，好厉害，谢谢。我有看到你照片，要在那边玩一天哦，不好说。再一次，好，再一次，再一次，第二次应该不会。第二次是看我讲，看我讲的比较多的汉字是，下翻吗？看我讲，然后这个是什么？我看不清楚这是什么，无尾熊。你们觉得这是什么？他在洗东西吗？还是？看不出来在干嘛的乌龟熊 ，OK， 对对对对，加什么或是下什么，包饺子吗？是吗？好，再一次，压力压力，我做什么？好，首先啊，等一下，嘿，第一个是这个。看一下，找秃秃的，应该是这个，不对，好像是这样，对，好像是这个。好，这是第一个，いただきます。第二个，嗯，这样吗？
いただきます。小桃脸红红应该是第一个，我猜啦。你超奇怪，真的吗？为什么奇怪？是造型很奇怪，还是我摸的方式很奇怪？日本应该是第一个吧，第一个是日本的，可爱耶，嘿嘿嘿，难怪三米了。不过我比较好奇，单吃一个鹿肝吃得出来吗？应该是可以。对，早上晚安。单吃一个，好，台湾的剩下这个了。玩球王子，我没记是哪一个。喂，没有人记是怎样？谢谢导师的压力压力。单吃一个，不然我吃完这个之后，我随便吃。对，剩下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日本。它叫代吉，台湾买的是不是泰国？哦，对，没错。好，那我先吃这个。小刀，第一个是有字的，但不知道有字的就是日本的。对，谢谢 M 先生的晚安，大小姐。我笑什么？滴滴滴滴滴滴，好像刘海有点长。刘海要插到眼睛里，对。不滑手机了，不敢了，不敢了。卢卡比较适合当大小姐，林姐，真的吗？大小姐啊，可是我对钱还蛮小气的，我应该没办法，这辈子应该没办法当大小姐。下次卢卡半夜滑手机甜甜圈就可以跳这个，你们要跳这个？其实蛮想看的，对。毕竟你是宫田宫公主啊，对，我还真的有知识服，精打细算的大小姐。而且跳那个，可以不用特别打扮。就是头发乱乱的，然后穿直视服就有那个效果。只是我刘海不够长，他们刘海超怪，就你们这次跳嘛，中间 free dance 就偷偷跳这个，好像不是不行啊。对，我怕蛮好笑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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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很重要，对，就是不能笑。也不能滑水哦。对，要跳就认真跳，会很出戏。对 ，M 先生可以，你可以跳跳跳。对，跳马跳这个应该蛮出戏。啊！记得戴眼镜。快去买一套衣服，想看。对，眼镜我相信大家都有。对 ，TP 粉的眼镜率真的很高，不知道为什么。戴眼镜的几率，好像几乎都戴眼镜。对，80%，我觉得更多，90%吧。
对 ，Eric 没有，有些人戴隐形眼镜，大家都近视，看直播近视。我可以啊，直视服一套多少？淘宝一套1000，哦，那其实蛮便宜的，没有比我想象中贵。啊，好紧张哦！再几天就公演了，自己买来修一下。对，不要买太小的就好，感觉穿起来很热，一定的。公演加油！对，白手套，对，白手套应该蛮便宜，26会到，好，没问题。公演见，好，公演见。这个月30个赞的人应该也不少吧？我不知道。好不希望账号第一次里面是这个。我这个月去，我这月去25，好，25是礼拜六嘛？好，等你等你。HFP， 你的座位是吗？今日の頭ほっぺはっきりして可愛い。ありがとう。被大家觉得是怪人。J-pop、K-pop 都不想承认的一首歌。我这月2天都去。好，2天都来，很棒。DMA， 阿叶竟然有抽到会员喜，恭喜！第一次做 P 牌，希望还有卢卡可以看。希望 OK 的 P 牌应该可以。我觉得下次他们就要去红白表演大小姐。你说日本的吗？应该不会吧？其实，在日本还好。那首歌主要是不是在台湾比较红？好好啊，阿叶，羡慕呢。好好有会员，好好有会员席。日本没有消息嘞。很莫名其妙的红，对，台湾。在台湾好像比较红，还有韩国吗？韩国有红，韩国啊，在韩国那首歌很红吗？好好，山林仔哭了，集满30张，好厉害！韩国很红啊，日本现在红是什么？我等一下，日本现在红的是那个，台湾包含率比较高，还没想好哪一个要合照。周六玩真的封顶，哭，没关系，希望你在那边可以很开心。台湾真的很喜欢莫名其妙的东西，现在红的是新野语啊，对。那是昨天吧，但是好像在台湾比较红，不知道为什么。哦，没有，在日本也很红。对，但是好像是假，好像就是没有证据的一个新闻。对，杰伊都发声明了。哦，真的吗？但公司不承认消息。那消息是真的吗？感觉很嗨，很骗。我觉得不是，就是一开始其实那个爆料的那个人也没有特别说是哪一个偶像跟哪一个演员，完全没有说名字。所以我觉得应该只是说一说而已。对，但就是大家都会猜到，应该是那个人，对，可能是别人。但我觉得那个很坏的地方就是，爆料的那个人就可以说，
就是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名字啊，这样，然后就可以拿到，可以拿到那个叫什么流量吗？因为现在 Twitter 啊，现在变成 X， 现在 X 有流量的话可以拿到钱，对，所以我觉得就不要相信吧。但台湾好像就把它做成新闻吗？不知道耶。台湾最近是中，哎，对，好可怕，就是很明显的暗示啊，到时候就会说你干嘛对号入座，延上流量的力量，对对对，没错。台湾是最爱八卦新闻，对。可是我没有看到，Gaggy 在哪边发明？是在 IG 吗？还是 Twitter？我猜是因为有人在羡慕他们，所以才会讲这种假消息。有些人想让他们离婚，对啊，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就是太羡慕新演员，所以想要让他们离婚，然后就是讲成这样。哎，真的，那嫁到美女的老公好辛苦。台湾的八卦都会往下挖，出生、学历或是经历什么，对。而且台湾的隐私权吗？感觉没有比日本那么的，因为台湾比较。该怎么讲？我不想这样讲，但是台湾比较小嘛，所以就是比较常常看到的是啊，我认识那个人，我认识那个人，他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的朋友这样，或是该怎么讲呢？很难啊。参不住命，这也是有一个，或是大家都在玩 FB 啊什么的，对，我比较想要讲这个，就是关系比较很密，所以很容易被挖出来，对，八卦都是从朋友口中跑出来。那我也想当卢卡的朋友，我不是吗？社交网络很容易连接到，对，谢谢蜜露的压力压力，ありがとう。不只是朋友，谢谢蜜露的晚安张小姐。台湾在 SNS 很喜欢用本名，对啊，谢谢蜜露的 It's time to go to bed。先去买了 Luca 晚安，强哥晚安。对，而且大头贴啊也是比较常用自己的照片嘛，对。所以我要先跟碰见当朋友，碰见。不觉得睡觉，好呢。日本的 X 都看不出来谁是谁，对呀，对，就是隐私，大家的隐私权。有可能日本人比较害羞，所以就是不太想要公开那么多。哎呀。整理一下我的衣服，怕被挖黑历史。对呀、啊，如果我国中毕业的时候写的作文被公开的话，我真的会想要，我真的会哭。啊，希望那个不会流出去。
不会传出去。好，但大家也不要把角色的形象跟本人画等号。对，涉食现场被偷信箱。ここに秘密があります。ルカは実は私の妹です。夢中。そうね。啊，对，然后我最近才发现，日本以前的那个毕业册吗？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的 album， 有谁谁谁，然后下面有名字的那种，先念出来就不怕被爆料了，毕竟纪念册，笑死。啊，对，毕业纪念册，对对对对对，我爸那个年代的最后一面是他的地址跟电话号码，对，全部都写在那里，隔壁班的人也有，对，好可怕，真的没什么隐私权。台湾也是吗？台湾以前是哦，哇哦，真的曝光。是因为没有 SNS 的关系吗？以前台湾班上通讯日也是电话号码，哦，通讯日当然是啊，但是我们也是啊。可是毕业纪念册那边不应该写吧？而且是地址，根本不用。那时候确实没有网络发达，我的没有哎、欸。看多久之前，我都半夜叫朋友起来尿尿。啊，什么意思？对，我们之前像是，我们小时候还没有 LINE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联络网嘛。然后如果早上台风来的话，一开始老师跟三个妈妈说今天有台风雪，我们就不用上课这样。然后下一个妈妈跟下一个人说今天有台风，然后讲，最后一个妈妈要回去跟学校打电话说，我有收到那个前面妈妈电话这样，好怀念家庭联络，对，以前都这样，真的以前都这样，现在应该不用这样吧？我现在想超级麻烦哎。对，如果我之后单小，一个通知一个，超麻烦。现在是不是就是有 LINE 群说今天大家不用上课哦，这样就可以了。但讲错就完了，应该不会讲错啦。对，现在都群发了，这样老师才不用打全班。对对对，没错。然后有一次是因为好像是因为我住的。我那时候就住桃园，然后我读日侨的时候，我每次都是第一个，是因为怕我已经出门了，然后还没收到电话这样，所以我通常都是第一个。对，然后有一次我打电话，打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对他的家好像在内湖，其实内湖到日侨也很远，他也就已经出门了这样。对，然后然后那个同学也好像没有手机，所以妈妈没办法跟他联络，所以他真的到学校，然后才发现哦，今天不用上课，然后又回去，很可怜。对，住比较远，其实读日侨的朋友们，日本人的话住天母的比较多，但是混血的朋友的话，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车嘛，所以其实可以其实可以不用住在天母，就是可以选择家人住的地方啊，或是可以住别的地，对对对，比较好的地方之类的，还好有车，对啊，很羡慕。我那时候搭客运上课，对。日侨到桃园到日侨真的好远，就是天母的交通超级不方便，要不然就是中山附近，对呀、啊，我那时候住石牌或是天母的朋友比较多，住天母的人不是都很有钱吗？本地人的话应该是吧，
啊，但是日本人那时候为什么比较很多人住天母，是因为我以前也是，我爸爸的房租是日本的本公司出的，我们不用出，并没有天母平民的意思。还好，除非原本就有家的人，该怎么讲？租房子，讲错，租房子的话应该不便宜。对，公司出房租，有些公司比较好，有些公司的话也帮我们付电费、水费什么的。对，但我爸那时候好像只有房租，还有电费吗？嗯，就是手机网路的话，就是要自己付。对，其实在你住在原都是公司出房，不然谁要在国外工作？对对对对，没错。现在不是变成中山区日本人比较多？哎，有可能哦，有可能，还是都很多，我也不知道。但是读日侨的话，还是大家都会选住在天母。嗯，如果不是日侨，就是像是那种来留学啊。或是来这边工作的话，其实根本不用住在天母，因为交通真的超级不方便。金站那栋一堆日本人，金站哦，了解。对啊，应该是大人，年纪比较大的人就是住在金站那边，确实那边比较方便。对，两十年前，但现在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日币比较。贵，所以就是拿到日本的薪水的人可以在台湾花很多钱，对，但是现在就没有嘛，现在台币越来越贵，然后日币也越来越便宜了，对。所以现在可能在这边的住宅员没有像我们那时候过得很好。林森也一堆日本哦，对啊，公司出房租的，好像都住比较好的地方。对啊，我以前是啊，现在薪水换台币变少了，对，没错，真的，这是真的，很亏吧？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我不知道现在的日本人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反过来，我这次去日本狂买衣服，我也是。台币的价值越来越高了，越来越贵了。不然去百货公司乱买东东了。对呀，以前送过超多日本人，对，真的。对，今天日币2.08，我如果有空可以换一些。好，要这个时间也可以换吗？日本的衣服便宜好看，台湾贵时选项又少，真的，零食也是。所以，终于我们的时代终于来了。之前都很亏，都觉得日本的衣服好贵，真的买不到，用台湾的薪水买不到。现在没有。我们都可以买到，先去格鲁米的根不用钱耶。现在换是明天的牌价哦，是吗？上完换是吃明天上班时间的汇率。卢卡刚刚笑容也太发自内心，真的，我们忍了十几年了。对啊，就是住在台湾，我第一次觉得啊、哦，台币换日币好爽哦，这样。而且我们那时候2008年那时候，台湾还是日本，就是经济非常的不好，好像是日本哈，对，就是日币很贵很贵，所以我妈在像是高岛屋买日本东西都会看汇率，然后说、哦、现在汇率真的不好，这样，那应该可以唱未来只有好生活，经济泡沫时代。给大家笑一下，我在0.28换了25万，好多。
很开心哎，现在换日币，好爽。但是我想说，每次换日币的时候啊，他们就是银行就是不是会问我们说为什么要换吗？就是要写理由。你们都选哪一个？我前几天换的时候，我是选，就是我去日本就是为了观光，然后用这笔钱这样。我都说要去日本旅游买东西。明天起才第一时间看一下汇率，很甜的话就可以换。好，选观光就好吗？我选投资，观光最方便。了解，因为上面写的说，如果说谎的话要罚钱什么的，想说好可怕，他们一个一个这样确认吗？对，观光不会问太多 ，OK。但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我一直换日币，但我一直都不会回去日本。他们会问我们吗？说你不是要观光吗？为什么怎样怎样怎样？不会去查哈，那我不用太担心。该一个开的过的那一，开多给你讲来。反正我买日币的确是要拿去日本花掉。对啊，我也是啊。但我去日本算是观光吗？存钱。卢卡晚安，查查晚安。ATM 换就不会问，我要买日本基金。像我之前去，这个怎么念？货款贷款买厂区机器也写观光。OK， 也有人买外币就是投资，买低卖高。了解。旅馆晚安，嗨嗨。说啊，对，然后我。昨天我报税了，我忘记是谁，还想好像是 DC 吗？然后有人在发大小姐 ，It's time to go to 报税的那个影片梗图吗？然后想说，对我还没报税，我完全忘记。原本想说五月，我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应该要赶快报税，但我真的完全忘记。笑死！你看 DC 才想到，对，没错。谢谢扣赏，应该是扣阿燕说扣赏发的，谢谢谢谢。It's time to go to 报税。然后我用手机，对，就是跟去年一样，一开始去便利商店拿了查询码，然后再就是上网填一下，对，只是我这次拿到的钱比去年少了好多。少了一半，我超难过。但我的这今年的薪水也没有到变很多，所以我也不太知道那个到底是怎么算的。但想说算了，没关系，超过三天罚1%而已，真的哦。然后其实我问其他人说你们有报税吗？他们说没有，是不是可以？其实是不是可以不用？但不用缴税会。会退税，再不报税的话，我就要开始罚款。手机可以抽奖，说不定就抽中200,000，差这么多啊！对啊，不想要退税就可以不报啊。退税会拿比较多，有一种可能是公司里预先帮你缴很多。对对对对，没错，大概是这样。但可能这次就没有，因为我现在有底薪嘛，底薪好像就不会被他们抽。掉的样子，我去年只有4个月薪水，体会一下退税的感觉之后就没办法了。是哦，所以你们都要缴钱吗？是不是有规定，每个月有超过多少就是啊？你每个月的薪水超过多少钱就已经要开始缴钱是吗？我去年有退税，今年就没了，表示你赚的很多。我都没有经验过退税，看公司 ，OK， 看公司跟工作，抚养多一点就很有机会可以退，了解。欸，我真的去年退超多，我超级开心。我不能说，我怕我说了多少就被你们知道我的薪水是多少，但是
我出社会第一年就缴了6000，代表你今年赚很多。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今年我也是还是可以拿到钱，对，而且是四位数哦。赚过多才要缴税，了解。恭喜你们赚可以赚很多，很棒。好好，我四位数。原来是9999哦，也是有可能的，但今年就没那么多。对，我多一个人要抚养啊，我多一个人要养，今年少缴一点，了解。OK， 嗯，对啊，那是不是要缴钱多缴钱的人要一定要报税，但是退钱应该是可以拿到钱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报税？我抚养给姐姐报的。抚养是爸爸妈妈吗？还是退钱不报没差？了解，对嘛？如果退钱不报的话，就是政府可以拿到更多，是政府吗？国税局可以拿到更多钱。什么是报税？哎，为什么酒档可以不用？对啊，爸爸妈妈、妻子、小孩都要报，有报才能退。你可以不报就拿不到钱，了解。但我可以拿到。明年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我不知道，九蛋林老爸给的钱哦，了解。我懂了，我懂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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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周卢卡可以请我们喝饮料了。我才不会，欸，可是到时候拿到钱是8月的事情，这个月申请，对，我上次拿到钱是8月，零用钱不用报税 ，OK， 了解。我在政府那边的资料收入是零，然后跟家里爸妈去报就好，了解了解了解。对，如果自己开，家里开餐店、餐厅什么的，好像就可以这样，对，就是你是帮忙嘛，对，帮忙他们，对。了解，劳保跟工会就好，不知道的人以为是跟劳组。我知道，没问题。九蛋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我知道。嗯，了解。反正不好说，你可以报卡妈抚养吗？好像不行，因为卡妈不在台湾。是可以吗？我真的我蛮想知道，如果可以的话，我蛮想要这样。但是卡妈现在不在台湾，然后他也只有永久居留证，没有台湾的户籍。对，天天看就知道。但我想让卢卡养，只能报台湾，有可能，有可能。之前我做过的是啊，我知道之前是因为健保。我去年健保是自己报，所以比较贵。但是今年的话，因为公司算在公司那边，所以也不太一样。也不是，应该是前年。对，我们现在是报去年的东西。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要问看看，如果这样可以的话，我应该要这样啊。可是我妹好像也没有特别这样，所以那应该是没有。我第一年报税是去国税局，直接去那边然后报，然后他们问说：“你这样怎么生活？”超丢脸！不行，我主管也是外国人，家人不在台湾不能一起，了解。就算在台湾，是不是也不行？卡妹一定要缴很多税。那时候没有的样子，对，那时候没有，对，好惨。第一年真的会被这样问，超好笑。现场报跟手机报哪个比较好啊？现场还要排队，很麻烦。我比较喜欢手机，而且还要去国税局，好麻烦哦。如果家里附近有就好，就没有。我那时候就没有。而且外国人的那边通常有很多人。对呀，
而且那个报社也不是分有电脑的跟手写嘛，对，那时候卡妹也不知道要怎么用，所以她就选择手写。对，要装一下，我真正的收入都不用报。没有了，哎。那如果能抚养我妈就好，但应该是没办法。但是之前健保的话，我妈在我的邻，我的，我妈在我这边的样子，对，还是在卡妹那边，有点忘记了。对，钱的事情真的好麻烦，抚养退税应该更多。知道呢，不知道呢。所以我当然也懒得算，可能就五位数了，那么可以拿到那么多。没关系，我现在没有抚养，没关系。但之前我应该可以拿到，我在领养，我在抚养我爸爸，是不是可以拿？但就没有。嗯，算了算了，反正就是，就算没有比去年多，但有拿到钱还是好事。对，那时候如果要报税可以吧？嗯，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听说房租也是不是可以报？就是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拿到多少。我朋友好像就是因为有报房租，对，租屋补贴，然后就到时候国税局会给我可以拿到多少这样。这是真的吗？但我之前都没有。好像是因为之前住的那个人叫我们说不要报税，可能他没有跟国税局说他把自己的房子借嘛，房东通常都会这样说。我不知道，我猜的。你可以叫他算你便宜，其实本来就蛮便宜的，对，所以我就想说，而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对，所以就没有特别做，这样他才可以少缴税。了解，本来就便宜那还好，对，本来就蛮便宜的，但我不知道如果能报税的话可以便宜多少，可以报明年涨房租，对，如果很贵的话就会写他。是蛮便宜的，比那时候比其他地方便宜，至少有两三千多。嗯嗯，那算赚哦？真的吗？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补贴到底是，对，没问题，怎么会便宜那么多？所以我们才会选住那里，补贴没那么多哦，真的、哦，便宜很多就没问题了。我以为补贴都5000多之类的，我不知道，良心房东，对呀、啊，房东，你的一举一动，因为他缴税要更多哦，了解。还是房子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故？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干脆算你便宜一点，这什么歌啊？这个是渔港基隆前传的歌，苏志祥唱的歌。房东，房东，你的一举一动很好听。对呀、啊，就是，太极写给。李明华的情书，对，
可惜上次没有写给房东的信。对呀，卢卡本身就是房东，对，就是旅馆那个大头贴，这人一定很讨厌房东。不是啊，他已经是喜欢我，啊，是不是，他已经是喜欢明华。那个信有够好笑，没有，那个信是他乱写的，是那个歌词本身就是他写给明华的，对。哦，这是三点水音乐会，好像是演员唱这首歌，我以为是苏志祥唱，结果他给演员唱这首歌。好，我现在是那个快乐 no much， 我现在随便吃一个，猜猜看这是哪一个？这个。台湾，嘿，欸，对，真的是台湾。你拿反了，哦，笑死。没事没事，剩下的就是日本，所以我刚吃的是台湾。他可能受伤了，被狗咬之类的。对，狮子先被狗咬，被狗咬紧。剩十分钟了，还是十分钟？十五分钟。谢谢米酒的加油呀！这么准，三次都猜对。对，我也觉得我好厉害。对，快乐的麻吉，谢谢，好好吃。嘿，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跟你们说？报税的事情已经有跟你们说了。然后，日本人零食都吃完了吗？还有，昆布我还没吃完。如果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有我们的心都被你看透。特异功能，我知道，旅馆最喜欢的是我。笑死！哎，对，你们有，我想问你们有可以展现给大家的别人的魔法吗？完了不准，可恶！看来应该错。好啦，他最喜欢的不是我。那如果你们要表演，我不对，前几天偷盖拥有我最喜欢的 YouTuber， 他们在。做这个就是问路人说你现在可以表现的魔术是什么？对，然后有没有 TP 目前最喜欢你？没错，没错，打呼算是一种魔法啊。然后我想一下，我如果我能做魔术是什么？魔术是还是魔法？魔术，对不起，魔术。魔法我自己也有想，对，魔术吗？还是才艺？魔术，对，我想一下，我会的魔术，给大家看一下，虽然你有些人可能知道答案，但希望不要跟我说，希望不要，不要跟别人说。好，这里有四块钱，我要把这边的钱移动到这里。对，现在是22嘛，我想要变成三跟一，来喽，等一下，一二三，再次。再一次，对不起，来喽，一二三，啊，不好意思，再一次，一二三，不好意思，再一次，一二三，好，应该是可以了，然后。这边是二嘛，
然后要过去，嘿，而且这边就变成三个，你变得很好，把笑容变出来了，太明显了，笑死，有那么明显吗？不然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现在有二二吗？对不起，掉了两个了，这样，然后，嘿，然后变成三个。你这个魔术是变脸红的魔术吗？不是，动作有点大，变成我们的笑容也是魔术的，好烂，好烂的魔术。很多的魔术家都是，他们都是不会笑，然后这样，对。我看过个人，你变得很好，把笑容变出来，主要让你分心。啊，那边有什么？耶！你要先让别人注意，看到别的地方，比如你的表情之类的。啊，卡妹！耶！而且都是不太会变的魔术的，是很难的。要怎么做魔术？我一定会笑场。点点点，看我只能说呀咧呀咧。尤其是刚刚的，如果成功的话，就更明显。买道具比较简单。你会手指不见魔术吗？忘记是这样，这样吗？来哦！啊！啊！啊！卢卡变出鸽子吗？没办法，还是大魔族穿过耳朵，变得不错，以后不准 MCP。点点点，方向不对，方向不对，不然要怎么做？方向不对。还是晚上叫声不够痛。卢卡知道三仙贵洞不知道，我会把户头的钱变成魔术。卢卡想看吗？想看，想看。可是这个是魔术吗？那卢卡跟你借个一千，我把个我变个、啊、把钱变没。我变个把钱变不见的魔术，放口袋跑。户头柜里的魔术很简单，我现在就变一个魔术给你看，给我看。好，变好了。对，其实我原本这个是第一次失败是故意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一开始这样嘛，然后。拿喽，嘿啊，然后就是掉了，然后再拿，嘿，然后就这边会变成三个，就是不小心失败的时候啊，右手掉出两个，然后看起来右边跟左边各掉一个，这样，对，才会变成三个。如果很顺利的话，应该会比较好看。把蜕变多的魔术，原来那个失败是故意的，对。第一次一定要失败，但是我刚刚第二次也是失败，而且我发现魔术在直播中一点都不太 OK， 因为我刚刚发现失败的时候，你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硬币，效果比较真的没问题。对，然后我现在一直摸那个一块钱，手好臭。哎、欸，真的好臭，好臭！我回家，
让碰墙稳稳。好的，卢卡，你还是继续在舞台上跳唱歌跳舞就好。对，就叽哔叽哔，叽吧叽吧。近几年有新种类的魔术是专门设计给直播变的，真的可爱的服装，谢谢。开心魔术，嗯，想一下。好，我要把这个笔插进去。哎呦，啊，好痛，好痛，啊，出来了，这样，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比较好看。哎呦，出来了，不懂自己在干嘛。那这个我是要怎么做啊？还是应该要这样，来咯，完了，咻咻咻咻，啊，可以了，那我现在从这边出来，来咯，出来吧，啊 ，surprise， 这样很好，风魔术，这个好点。为什么我喜欢的偶像都怪怪的？没有，我刚刚没看荧幕，突然觉得怪怪。不错啊，谢谢。好的，下面一位。啊，不然还有什么魔术？想不到呢。啊。这个我试试看，等一下，这里有快乐的马吉，快乐的马吉です。然后呢，它一瞬间就变成别的东西了。来喽，一二三，拜拜。这是我打的时候，应该更厉害。再次，哒哒，哒哒，好无聊。那你干哒？你干嘞？搞笑魔术犯。那你摸奶油？哦，这次很棒。棒读，哇，这次好棒棒哦！第一次盒子有个好笑，第一次我拿的时候，这边我看到盒子，哇，现在真的是带给大家欢乐的了不起的职业，对，蛮有效果的哈，哎，好棒好棒，还有什么？通常魔术，一般的魔术有什么？嗯，我想一下，穿这边会穿过去，可以穿过去哦。嘿呀，嘿，这要怎么做啊？嘿，这样吗？有些人不是会这样吗？都是有道具，是没错。但我看这个，对，我看这个好像是要靠手速，可是我还是不太知道怎么做。要不要？好像是相反。那个要先粘在手指上，我以前表演给哦，了解。这边要粘，以后不表演了。有卢卡的魔术机好可以剪，不用啦，嘿，再一次，嘿，
哭了。食指要黏住哦，这边食指，然后这样的时候这边这样吗？算了，我应该是没有魔术的天分。博成晚安，碰奖，主人终于疯了。博成晚安，还有什么？谢谢 Plus 的甜甜圈。刚下课，再吃麦当当。等一下，我们家有扑克牌，好像没有。谢谢欧比玩的甜甜圈，谢谢送我好多。米酒，谢谢送我好多压力压力。不知道啊，好像是。等一下，这个太大了，不行，我们要小小的。被你们看到我的里面，小卡，好吧，算了，就用这个。就一开始这样，然后不见了。那个我知道，像是太大了。我以为你要来，嘻嘻，对。樱桃猫晚安。啊，对，突然想到，我要买一个东西。我去日本，大串吗？还是 Sally 啊？忘记了。我买了这个，就是可以让 Luca 站着的。中间是2019的流价，然后右边是2023的流价，然后这个是2022的流价，对，就是插在里面，然后就是这样。放吊饰的柜子，对对对对，才100日币耶，所以是台湾的话21块钱，对啊，才21块钱耶。因为去日本一定要买这个，我也是现在才知道有这个，很便宜，超便宜。2022的卢卡是不是营养不良？没有，这时候比较营养不良。2020年吗？哎，不是，哎，对，好像已经2020年。2020年，然后这时候开始变胖了。这个便宜，对啊，但是 Celia 的话是哎。因为不能免税，所以是应该是110，但还是20几块钱，对不对？对呀、啊，腿好细，那腿看起来其实蛮细的，对，只是这个比例可能调的有点怪怪，算了算了算了，可能是从上面拍。现在很细。那这个是生日会的卢卡酱，谢谢30元的香槟。拜拜，拜拜，我们。我就是放在这里面。今天的直播可能就到这里了。今天刚发现 Reels 腿很细啊，谢谢，我很开心。加加我脸呢？对，我是条码，大家记得看，然后帮我留言哦。谢谢水豚的真心告白。如果真的不是要留言的话，就是打三个面包，留言三个面包就好了。我才刚到吗？对，你好像真的是才刚刚才到。哎呀，辛苦大家了。我有点饱，这个就不要下次。留卢卡腿好也是可以，对 ，IG 跟 YT 都留言，感谢。
谁来谁留言三个面包，就是你。露卡后天生日的，可以跟你要生日快乐吗？当然没问题啊。你是后天生日，我后天不会开播吗？啊，好像没办法，对，因为啊，可惜啦。那我当然现在可以唱。五六七八，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米酒生日快乐！后天生日该公演庆生了，对，坐他附近的粉丝一定要跟他说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读一下哈，要拿东西。中间的呢？中间。啊，中间。旁边跟中间，反正就是他附近的都可以。跟他说生日快乐。我的话就是。拜拜的时候，如果我有看到你，我会说，对。但你要跟我说你是米酒、哦，谢谢米酒 ，It's time to go to bed， 耶、yeah ！大家也记得报税哦，不能忘记哦，不然要罚钱哦。对，我有说吗？我今天去归记。昨天也去归记，我去用那个我的饮料券，不要报税，报税要压线的。我可以报税卢卡吗？如果你有我的枕头的话，当然没问题的。对，我喝的是葡萄乳会四季春，好好喝。那我可以说我是米酒吗？我知道你不是米酒。昨天是点。雷梦芦荟什么的，我都是点比较贵的。昨天那是70块，然后今天是69，但是因为有免费券，所以就是好像大家都点四季，好像大家都点四季春啊。对，我们规定一定要点清茶，所以点四季春，药业配四季春。对呀，但真的很好喝。那我也要说我是米酒，不对，我礼拜天才会到。好了，那大家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 MC 还没想好，有没有案例吗？有没有案子吗？什么游戏想看？这样，或是有推荐的游戏的话，可以传给我影片。公演见哈，有要变魔术，大家表现一个魔术，很烂的魔术吗？好像不是不行啦，对。可只是最后一排的人完全看不到，对呀、啊。好难想哦，每次我都提 MC， 大家都不会选我的，可能觉得很麻烦吧。但不麻烦，我。不能选太无聊的啊，对不对？礼拜六无惨，我再测试。好的，刚刚网拍逛了一个指示装，发现怎么穿都是墨鱼比较帅。有墨鱼真的太帅了，那个眼神真的很帅。多提几次就有机会了，加油！哎，不行，我觉得我想说，有可能日本人的想法跟台湾人的想法就差很多。可能笑点也不太一样，所以觉得我们觉得好笑的东西，他们觉得不会好笑。这样，你是谁呀？你是谁呀？嘞呀嘞吗？对，眼镜很重要。我上次推荐一首歌，它很适合你唱。刘海记得要留长，长到。也能放眼镜里面，对，戴假发就 OK 了。看我只能当低配版。你应该要先发你的
那个吧，极度，不是啊，极乐征途吗？那个影片叫梦影，梦好像没听过。卢卡要来一下压力压力吗？我不会唱，我不会唱韩文。卢卡，抱歉，等等小儿子跟你确认个东西。好的，没问题。还是你现在确认，然后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回答。是拍到奇怪的东西吗？笑得 Judy 也发了。亲爱的大小姐 ，It's time to go to bed。又在不停滑手机了吗？不好公开说，九蛋拍了什么怕？没关系，你现在赶快问。极乐征途的衣服我才不敢穿，他的版本应该很帅。还是我先念吧，我先念吧，然后看九蛋什么时候命。OK， 今天的第十名，第十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九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八名是凯尼桑，谢谢凯尼桑。第七名是奥比王，谢谢奥比王。第六名是强哥，谢谢强哥。第五名是咪露，谢谢咪露。第四名是雷军，谢谢雷军。第三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二名是 M 先生，谢谢 M 先生。第一名是米酒，谢谢米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净土哦，不好意思，那我念错了。好，我看一下九代什么时候密我。但我觉得最近的我的 IG 很奇怪，很多都是那个你们的留言，有时候会出现在非表那个叫什么？IG 不是一直都很奇怪？对啊，就是你们给我们的留言都很正常，但是有时候被分到不适当的 request， 那叫什么？就是不会显示的那边，陌生讯息那边，对对，会被隐藏，没错。それでは、公演頑張ってね、頑張ります。垃圾讯息，对对对对，所以我刚刚九蛋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分成垃圾讯息 ，OK 的，没问题，没问题。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吗？九蛋，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昨天差点被骗，结果是我认识的粉丝 IG 被偷。对，其实就搞偷。OK， 收到。啊，对了，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一个讯息，也是垃圾讯息，说听说你传上技术很好，我有个朋友想试一下加 LINE， 然后他传给我那个 LINE 的网站嘛 URL， 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人还传给 T 很多 TP 粉，看 IG 预算，我真的是好兴奋，兴奋什么？超好笑！我原本想说，如果加了这个会变成怎么样？都是一连串。啊，那我下次分享我朋友遇到的诈骗有什么样？什么样的诈骗？对，曾经有个晚安。大家辛苦了。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喽，谢谢大家，晚安，拜拜。为了示范给你看，我就这样。我被骗要急着缴费，要跟你借钱，要急。还好你没有被骗，拜拜，晚安，晚安，大小姐。对，我就什么 ？It's time to go to bed， 没错。なんか、なんとかの時間です。あ、最後の警告です。就是很有口音的最後の警告です。最後の警告です。我说要不要给你金子？